下次观看活动是在大安森林公园，对不对？不是今天我们是在松烟的围墙外面。这个地方是在我们家的旁边，是在我们孩子上学的地方的隔壁。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去关心过这里的树木这一个环境？在台北越来越看太阳越来越不容易，为什么？因为大楼越来越高，对不对？每次我听大安森林公园，我觉得森林在那里。大安森林公园没有森林，大安森林公园差不多就是很小的公园。Every great city has a great park. 台北 needs a great park. We need a great park.我儿子每个小孩子我们都需要 great park， 所以下次我的梦想是我们 don't need another shopping center shopping mall， 不需要，我们需要公园的地方，树的地方，大自然的地方，空气的地方。每个好朋友躺下来之后，请你想想看，你就是这个大地上的一棵树，你可以把你的手打开来开枝散叶，去感受这个土地的温度，好不好？每一颗种子慢慢的茁壮，长成一棵大树，它迎接阳光，迎接风，迎接雨，全然的接受天地之间的一切，并且也成为其他生命的礼物。台北市的这个地方，我们不需要造一个大鸡蛋，因为现在大鸡蛋是一个高耗能的一个产业，事实上在全台湾的用电当中，民生用电就占1000多而已。假设全台湾2300万个人都愿意去做这个关灯一小时的这样的活动，其实我们能省下电是很有限的。我们能省下来的电呢，还不如政府一个高耗能、高污染的这样一个产业，就像这个大鸡蛋一样。当我们这些小市民都愿意改变我们生活习惯，我们愿意把冷气调高一度，我愿意关灯一个小时，来为台湾节能减碳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的呼吁政府呢，也能够从能源政策、从产业政策上面重新去调整。晚上这个活动啊，大概稍微啊，我们集中在这边稍微啊，给行人会有一点不方便。那么我要提醒，那更以后鸡蛋带的更不方便。那目前市议会在所有的议员的努力之下，已经通过决议要保留松山烟厂做台北的第二座森林公园。一个弊案是绝对不会在我们台北市盖起来，因为我们台北市民不会让这么丢脸的事情发生。他叫了我就跟他讲，你们总算赢了，我首先恭喜你们，但是你们要知道，万一没有按照我们的规划，按照环评的内容，按照程序去走的话，我们还是会发动抗争。按照我们一般的了解，建造不可能在那么快的速度下可以取得。如果7月2号拿到，我只告诉一个事实，就是政府一定有帮忙，因为建造我们就算，我正在调一份资料，要求市政府把每一个建造从你送件进去到拿到建造是多久，我要送一份资料给我，就郝龙斌在当市长任内所有资料送一份给我，因为呢最少最少没有一个月是拿不到的。但是你看这一次以他的速度来说，这一定是市政府有帮忙。一个团一摆的来靠郝市长，所以说你不要这样，不要为了财团不顾台北市民。